搭配上除了变换了一个魔术师、他拿了一个魔术师出来，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除了就更替了一首我们的把罗宾汉换成了一个魔术师，我们猫方秀啊来登场，独秀选择的是汤姆，对，我们可以发现猫首先出的船长室，而且有一瓶护盾，哇，这边看喵冒起的红光我又知道这就是又是带了叙事，对，我们的新出的知识卡、叙事一击，每隔一段的时间的他的下一击将会直接把我们的鼠打倒，我们一上来就发现了一瓶隐身药水、其实运气还是不错的，一瓶隐身一瓶远视，就看到我们的船长室的纪念蛋糕已经被偷了，我们的鼠方很大胆啊，你们看到我一基本上我们像以往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鼠方其实一般来说会很稳健，会等到25秒的时候就可能一开始就会指出一只机械鼠来打探一下地图，然后再等发现了猫的位置了之后再进行一个全场的一个扑和探视野和扩散，但是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哇，确实我们的一个可能我们苏清风战队还是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啊，在我们的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就丝毫不慌，而且也是控了很多药水，你像从船长室的位置一直拉到最下面，这样的话老鼠并没有那么多的药水，也是一个开场的优势，对，开场进船长室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入场方法、对，但是这样的话我们的鼠方也拿到了一个不错的不低的经验等级吧，而且也没有花大部分时间布置，哇，这边是直接在船长室下饺子啊，是啊，全员从船长室出，这也是一个小策略吧，对，但是这边直接把我们的魔术师打倒了，有一个铁血，因为毕竟猫在开局的时候还是拿到了隐身的啊，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哇，但是这边我们的一直想骗我们的猫跳下去，但是我们的猫很聪明，它就直接站在我们的望远镜旁边就直接看着你蹦打，我就在这等你，我都不用动，我就直接看着你蹦跶，我们看一下剑飞这个位置，哇，这剑飞失误了呀，他这边跳不上去，有点没有罗宾汉的一个加持，哇，这边又被喷气喷了一口，这节奏炸了呀，这头盔应该要结束，还要把自己给搭进去，哇，哎，着急了，触发了一个铁血，也是抢救一波，铁血抢救一波，对，但是剑客太妃被绑了的话，谁能救啊？我们看到猫方还是比较针对我们的剑客太妃的啊，对，你倒了我就不去追魔术师了，我就开始追你了，哇，这里一个国王一个平 A， 你会不会又倒呢？哇，这个牌子就。可以成功的救下，但是这个火箭就秒飞了，这样的话前期节奏鼠方是有一点崩盘，是的，这有一点没稳住，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波无畏后摇，哇，这边排走了那就没了呀，剑客太妃一直在看着我们的剑飞打呀，就是先要把剑客太妃放飞之后啊，可能觉得之后的还算比较好打一些，救援能力没有那么强，但是我们的汤姆都不慌了，一点都不带慌的，利用了一个开子，但是直接拔掉，哇，这边时间到了，对，牵制的太久了，哇，这边直接把我们的兔子给打倒了，这一波猫的形态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我刚抓到一个马上就要给绑着，马上，而且是个剑飞非常稳的一个救援位，是的，而且像刚才那个局势对猫其实还是比较有利的，突然间，哎，这一下子可能有一点反应不太过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远视的效果，可以发现国王的位置，这边是想看一下我们一直在下面蹦跶，是想看一下我们的老鼠的我们的猫的动向，但是这边还是没发现，这边还是要追我们的剑客太妃，不知道剑客太妃发现了没有，应该是发现了，慌忙逃跑，但是这边剑飞开了头盔没有办法，所以只能那这边鼠方还是只推进了两块奶酪啊，对，现在来说总体来说有一点还好，就是船长室这个奶酪还没有被推进去，你还是可以守一波的，对，我可以在上边牵制你一下，对，这边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侦探啊，还有右边的两只老鼠，这边我们的独秀没有选择去追，反而是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魔术师举了一个小牌子，可能想在这儿还是守一波，哇，这个，这边直接没了呀，他的队友根本来不及绑他，对，直接去船长室直接一波直接送走了，哇，这边节奏炸裂了，说实话我们的鼠方的队伍，我觉得他们没有调节自己的状态进入这个比赛里面，毕竟赛应该一切以获得胜利以稳定为主，而我们这边鼠方从一开始的机械鼠阶段他们就打法就一直我觉得太暴躁了，就是有一点激进了，是的，可能有一点着急，我们没关系啊，毕竟还有之后的比赛，对吧，先调整一下心态，对，可能也调整一下打法，毕竟我们的是一个 BO3 制一轮的比赛，可能并不能说明什么，对，是的，就当一下预热也是可以的啊。对，然后我们这边魔术师刚才被秒飞的火箭给放走了，但是不得不说我们的猫现在的优势还是很大的，毕竟已经失去了一名成员，而且我们这边奶酪只推进去了两块，其实这个 推奶酪的速度啊没太跟得上，是的，这边应该是要守剑客太妃，
还是去守一下上面的奶酪。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国王这压底建飞在救援，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蜀方推奶酪的位置并没有那么多。是的，但是这里也不好跑。对，面对一个哇，这边直接一拍，直接拍手，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手起刀落啊！我们这边猫对蜀方的牵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不让你推奶酪，让你没有时间推奶酪，就只能过来救队友。而且现在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在猫的附近是没有那种大瓶子，或者说类似冰块，没有办法守这个火箭。这回是没有蛇级的啊！哇，这边我们的侦探失误了呀！这蜀方的推和一个大失误。我们的知道我们的知识卡是有冷却时间的，他这样的做的话，哇，这边那个火箭又要刷新一次了，不出意外 是马上就要放飞了。而且可以看到这个火箭飞的速度特别快，应该是带了个熊熊燃烧。是的，这边这个时候侦探飞走就比较不利啊，看一下剑飞能不能救下来。 对，这个时候蛇脊又好了，蛇脊出发一下，但是还是不好跑。我们的猫是有蓄势一击的，这个冰块蓄势已经好了。哎，哇，这边一抓一直接倒，一爪直接看我们蓄势还是非常的强势的。我一爪，哎，你都没有机会跑，直接就抓到手里了。现在这边还很稳，太稳了呀，一点机会都不给。这个猫有点来不及了，直接放飞了，直接这个头盔也白举了。对。那这边蜀方的啊，也就比较处在劣势这个状态了。而且这两块奶酪已经放走两个队友了。对，而且这两块奶酪是在很近的位置，我们的猫基本上可以同时守着两块奶酪。这就有一个非常。一个积分领先了。而且但是还好有一点附近。又一个牌。好稳啊，我们的毒秀很准。 对，一拍一个，一爪一个啊，这个击中率特别的高。这边的话不是意外，我觉得应该是可能要卖一手了，想办法再推进一块奶酪，想推几个奶酪为自己队伍争夺一些积分。对，因为奶酪推得多的哎，我们分数得的还是相对会多一点啊。猫方分数得的就算赢了也会少一点。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应该直接选择主动出击了呀。对，猫方就可以选择拿一些药水。我们的老鼠肯定是一直在上面推奶酪的呀，准备卖队友了。对，毕竟已经节奏举行到这个时刻了，而且他也知道他一开始就把罐子什么的藏在了那一个位置。是的，而且刚才那个奶酪也已经推了。是的，那我们看一下这波剑飞的操作。哇，这边一个蓄势要走了。那我们恭喜我们的毒秀啊，直接拿下比赛胜利。如果没有魔法棒的话就不出意外，我们直接拿下胜利了。但是蜀方也是推了四个块奶酪，给自己的猫方一些机会。对，这个分数得的还不是特别的啊，不会，就算在第二局啊，不会特别的压力大。对，也是因为刚开始的第一场，选手们一些预热，会有一些刚开始的手感欠佳。我觉得可能。而且我们在比分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白战队是已经拿下了三分啊。小菊，边我们的白战队能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吧？啊，虽然我这边，其实我挺想看到的。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就希望看到，就可能每个队伍他玩的阵容大多不都是不一样的。对，每个队伍有每个队伍的风格，每个队伍有每个队伍擅长的角色，这样来一些更多的一些玩法和搭配上，就可能是我们观众朋友所期望的。就如果一直是那几个角色的话，就可能啊，没有太大的期望值，是吗？对，而且我们这个新角色值扩展了之后，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我喜欢玩恶魔太妃，但是在比赛场上就见不到，也是在我们的比赛场上见到了。看一下我们的龙煞汤姆仍然是选择从船长释出，皮肤也是非常的炫酷。是的，同样也是带了蓄势一击啊，看到他的身上也是在冒着红光。是的，看到我们这边的我们蜀方就特别稳啊，也是出了三只机械鼠啊，这边。对，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出在船长室。对，是的。那猫也不着急，先布局。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个奶酪位置刷的是非常近。而且这边再空一手药水，然后顺势丢下道具。这边我们看到蜀方已经拿了两块金，那个我们这边的下面的机械鼠应该是发现了我们上面的龙煞。对，而且我们看一下机械鼠现在还有一只没有出来。哇，这个神秘和对手护盾就其实挺到位了。而且上面还是有一瓶护盾，这样的话不知道他会不会去上去拿护盾，因为他的视野并没有那么大。这边没有选择追击机械鼠啊，还是选择布置场景，还是布局一下啊，先布控，把自己的夹子先放好，然后我一会儿去看到老鼠，直接踩到夹子我就过去了。可以看到我们哇，这边直奔船长室，但是我们的蜀方是恶魔太妃在下面，他
应该是要靠一手望远镜。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好了，看一下能不能一凿能不能带走。可以发现，可能要开一下彩蛋房。哇，这边靠着这个护盾，我们的龙萨有点慌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他不应该是把哇这边太稳了。对，直接一爪抓住了我们的恶魔。其实我觉得可能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去追一个恶魔吧，因为他两个烟雾弹在这里，他是白白的浪费了自己的护盾的药剂的效果。但可能觉得恶魔现在距离离得近嘛，对吧？自己还比较方便追。我觉得可能跟他带的知识卡有关。看到我们的龙萨，这个火箭一下子就只剩下30秒了，应该是带了我们的加大火力，配合熊熊燃烧一起使用。是的，这个火箭的燃烧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刚才也是我们那个火箭啊，每一个火箭绑了3次之后，基本上也就要秒飞了。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胡椒粉非常的挡视野。这其实也是很给力的啊！这两个胡椒粉遮在这里，哎，鼠方视野、猫方视野都受到影响的情况下，猫方是会比鼠方先接近的。这边有一个强壮，有一个隐身，他们在这里分赃药水。我们的鼠方如果不考虑开墙的话，其实还是有点难受的。有一个强壮的话，我可以看一下这块鼠身上是有一个护盾的，是的。但是没有办法破掉这层护盾，而且在这个位置也不好跑。修了波操作，是的，溜了一圈猫。哇，这边我们的猫被一个甲乙给夹住了，也是发现了猫也是隐身状态。对，我觉得但是被老鼠发现了，在刚开始的时候已经牵扯花费了太不少时间了，可能。哇，这只老鼠的预判还是非常强的。是的，而且这个侦探是带了一个护佑。他刚才踩到一个玻璃也是。哇，这边一个平底锅一个拍子直接又拍到，直接一套打倒，但是还差一点血量，差一点血啊。对对，好，哇，这边非常精准的投掷，命中，触发了铁血，看一下能不能跑开。但是我们的剑盖飞好像是没有能量了，如果这次被绑的话，那这个队伍的阵容就没有人来救了呀。剑飞好稳啊，刷一手，这边知道你要搬冰桶，我先开一手怒气冲刺再下来。对，剑飞刷一波能量，看一下能不能救下来。哇，这边，哎，这边提前把他救下来了，靠着隐身药水，靠着恶魔的一个干扰，然后两面，但是这边直接又是一个铁血，哇，这边直接打倒两个，无畏的后摇，是的。这边不出意外的话，要用手怒气冲刺了。对，看一下剑飞的位置，冲刺情况下还是不慌你，哇，这边我有无敌，哎，暂时不怕你。是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最后也是挣扎了一下。对，这个火箭应该是100%要么秒飞了，如果不能掌握好节奏的话。这个火箭还是比较危险的，看看这两个老鼠能不能跑掉。哇，这边好，对，一个配合非常精巧的小走位扭掉了那个大瓶子。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侦探在逃脱的时候，给了队友一个烟雾弹，减了猫的一个移动速度。而且我们的侦探也是艺高人胆大，你一个秒飞的火箭在旁边，我都不慌你。我还是要在旁边推奶酪。看鼠方开了一下望远镜，看了一下猫的位置。对，其实这个时候鼠方的配合我就觉得已经打出来了。可以看到，你看这边我们的侦探一直在下面叠冰块，不知道发现了没有。我们的侦探靠着隐身在两手冰块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提早的一个准备，但这边踩了夹子啊，这就比较疼了。对，而且我们的恶魔太妃如果被放飞了的话，那对于后面的开墙其实是一个挺不好的。对对，拿了一手恶魔太妃可能是为了后面啊，如果破墙了来考虑我这个可以快速的破墙。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老鼠已经两个奶酪在同时在动。对，不出意外的话两块奶酪我觉得应该都是已经要推进去了。可以看到压奶酪只压了很短一点点啊，已经推入4个奶酪了。是的，我看一下子剑飞的位置。但是我们这边恶魔杰瑞是隐身的呀，没有发现。这边强风就直接打开 了，这边一个罐子直接把我们的猫打晕啊。刷在这个强风位置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利用一个叉子能在右边的话是可以很快的插强风的，卡一下走位。对，哇，这边一个炸弹，哇，炸弹炸掉好强风好多血量啊。哇，这边还有个果盘，而且我们的鼠方是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他是有一个强壮药剂的，而且他们面对三个人砸墙也是很危险。是的，赶紧拿着小锤子修理一下小强缝。但是这边再布置的话，哇，我们的鼠方好多隐身啊，可以看到他左边还有一瓶隐身，基本上就属于一种不断隐身的状态。我们的汤姆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嗯，这个位置守强缝其实没有那么好守。是的，就是四通八达，从左面右面上面下面都可以打，我都可以走。对，哇，这边强风直接打开了，让我们恭喜我们的
把癌战队啊，又是拿下了我们的比赛胜利。是的，然后我们这边我们的猫是、啊、就是还有机会的。我们的猫是搬掉了四位汤姆，蜀方是白钻、金克戴飞和罗宾汉。对，其实我觉得剑客戴飞和 罗宾汉如果是作为一个固定八选六队的话、这个，我觉得对于足秀来说，可能我觉得搬掉汤姆可能会不会好一点？毕竟我们的足秀也是在上一把，汤姆也是发挥的非常出色。是的，那我们既然有大局小局，这样的话这一局就看一下心态能不能稳住了。这边先出三只，可能像我们的大商所说，大商也其实是一个老选手，知道女巫城堡多夹子，先从我们的女巫城堡出。不是有个外号吗？哈，叫什么夹子、夹子乐园，这不是游乐场吗？对，这个非常非常多的夹子，而且火箭这块也是刷了一个。我们的蜀方已经是把所有的经验蛋糕全部收入了自己的囊中，这边独秀就只能选择布置场景。其实我觉得这个地图来说、对于这个地图来说，可能地图还是非常大的。对于猫来说，可能布置场景会比比较关键，对，而且这边夹子挺多，其实对于蜀方来说就不太好打。看一下猫方是主要把主战场是放在中间还是放在右边？但是地图太大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猫追击老鼠也有不利的影响，就有优点，肯定是也有劣势在的。对，而且这个奶酪刷在高台一个，刷在水城一个，就这样前期的话，老鼠是很不想过来。他可以选择在高台，可以在水城，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出的。我觉得在右边战场的概率还是大一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蜀方就很稳啊，这个时候他没有像之前我们的上一局可能就直接在船长四出，这边是两头齐头并进啊，可以在控制两边的药水的同时也能压两块奶酪。这个时候我们的苏信风我觉得就已经算是稳住了，这边是打倒了我们的兔子先生啊，靠着蓄力用蓄力一击的效果直接把我们的兔子先生给秒掉了。现在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哇，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蜀方是已经升到了一个五级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很细节的一个地方啊，就我们的蜀方如果在一开始拿到三个经验蛋糕的情况下，第一块奶酪所有人全部推进去的话，我先去摸一下，对，我摸一下我也长经验值，对，推进去了的情况下，我们的蜀方就可以直接达到五级。你看我们现在猫可能只有两级，我们的蜀就已经达到五级了，再升一级就可以把一个任意的一个技能点到满级，点到满级了之后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是的，这也是一个战术上的安排吧。而且我们的蜀方看到右边可能是带了美食家的知识卡，是开了两块奶酪出来，哇，这边我们的图秀也是直接放弃了水城的奶酪，我就直接守中间和我们的后面的女巫城堡了。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恶魔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小心，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就其实水城那块奶酪已经压得差不多了，然后再花大量的精力去守可能就没有必要了。而且猫的话在左边也是放了很多个夹子，对，没有必要去右边了。其实猫是想把主战场放在左边的，结果没想到奶酪全都刷在那一侧了。怎么感觉打得成了一个据点战了，据点攻防战。对，就看你敢不敢过来，我现在还在左边守着，因为这边毕竟还是有奶酪在。哇，这边直接挣脱夹子了，因为刚刚有隐身的情况下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哇，这边我们的猫一直，哇，这边卡了一手时间吗？应该是靠着摩天轮，但是这一个拍直接拍中啊。蓄势十五秒直接打倒。我觉得魔术师可能有点拖大了，哇，这边绑在女巫城堡的话还是不好救的，毕竟夹。太多了啊，刷了两个火箭。对，这一局是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对面是可能最后他应该是选择，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蜀方的一个打法就是把所有四块奶酪先推进去，然后最后直接在女巫城堡决战，靠着一个高的等级来进行一个领先，就可能要把队友先晾一回。而且因为前期并没有做火箭，前期他没有一个秒数比较少的火箭，这个四十多秒的火箭可能友方觉得还来得及，那我先不着急过来救。其实在剑客戴飞被搬了的情况下还是有点不好跑的。是的，这边一个过来看一下救援，这边又空了一手瓶子，但是不好救。哇，这边很醒目，直接开了一手恶魔之门，然后靠着救援的效果直接专门就跑。是的、啊、我们这一波打的是团战啊、这个、是的，直接专门就跑，有无畏的就直接专门就走时间继续钻啊，利用铁血或者说无畏都可以成功逃脱。可以看到我们的侦探已经倒地了，虽然触发了铁血，但是因为钻了一手恶魔之门，哇，这个时候我们的苏金风战队的一些精妙的配合就打出来了。是的，哎，这个配合就要掌握时机，要掌握的非常的准才可以。看到我们的恶魔杰瑞也倒地了，但是也是靠着恶魔之门就直接，哇，这个时候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些打法，毕竟像我们的上次比赛就没有体现出，可能对于这个大地图的一个配合。对，
这个其实就是老牌战队他的优势了，对，因为我们打的场次多、就是、我们互相之间比较了解，知道哪些方面哪些时间应该卡点。对，但是你的话那那边的奶酪就要推进去了呀，你即使能绑上这火箭，而且我们有老鼠可能会拦你一手，非常的远。是的，可能毕竟那个火箭也已经是绑过的了，还是想哎没有他哇这边他换绑了，对，换绑了，确实还是怂一下，利用这个趋势成功把恶魔带走。对，但是如果你换上那个火箭的话，这个人就要被救下来了。确定要绑这个火箭吗？不会无畏就无畏吗？嗯，绑里边的话也是哇这个强风抓的、哎、这个强风出现的位置 对猫还是非常有利的，好一点。是的，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哇这边应该隐身下来救了、哎、哇这个拍击非常漂亮，这个预判感觉就非常的完美啊，这一对，而且我们强风出现之后，火箭的燃烧速度是会加速的。哎，你看这个两个火箭直接就秒飞了。是的，已经直接放飞了两名啊！可以看到我们的鼠方，哇，我们的猫还是有机会。是的，还是有机会的。哎，一个直接触发铁血了。对，还是要往外面引一手。我们的土丘还是非常稳健啊。是的，而且最开始的时候，女巫城堡的道具也基本上被猫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很聪明，直接拉开距离，让你不能攻击强风。啊，我也不过去了，我也不让你运道具过去。是的，这边直接一个平底锅，一个蓄势，你直接一套再走哇！我们土丘还是靠着强风一波稳住了呀。其实，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虽然我们的苏信风可能是什么。两局都出现了我们的恶魔太妃，可能对于开觉得上一局没有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这一局还来。对，这个阵容的话就可能只有侦探的这样一个推手位，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的 Estella 对游乐场的这个开墙缝还是非常注重的、啊、是的，猫方选择了侍卫汤姆，同样也是从女巫城堡出场，这个还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对，一般情况下还是会从女巫出。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无心的前期压力就要大一点，因为摆明了你恶魔太妃和海盗劫掠选出来，哇这两个开墙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基本上一下子啊，你还没有注意，可能差一点点小小的距离，对，墙缝就可能已经打开了。是的，看这一局，女巫这边还是刷了两个火箭。哇，这边无心很细，拆一个全套盒，把全套盒拆了之后，直接放到我们的一个洞口旁边。对，老鼠也是非常小心，我就只在右边过。我不过去，我知道你在那儿，我不过来啊，跟你撞脸。是的，然后看到你不在了，我再出来拿经验蛋糕。这样的话，就是老鼠拿了三块蛋糕。对开局还是比较有利的。对，可以看到我们的四位汤姆现在可能现在都喜欢带蓄力一击啊，我们这个版本我们的猫、这边又空了一手隐身药水，找了一个隐身。其实我觉得这一把的节奏对于猫来说还可以，毕竟两块奶酪是刷在了摩天轮，对，还有过山车这两个位置。是的，而且离得还是相对比较近的。对，这又一瓶又一瓶隐身，还挺欧的。哎，那边又来一瓶，太多隐身了呀，三瓶隐身啊，这个开局对猫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我觉得还好吧，只要不给鼠方拿药水，其实都还挺好的。但是刷了三瓶隐身还是挺欧的了，反正我是羡慕了。这边是直接选择追击啊，主动出击。我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猫已经来了，有没有发觉平 A 用掉了、哎、这蓄力一击就可能而且被我们海盲打，盲他打中了海盗，撼到我们的猫的脚气。是的、啊、哇这边一个金币，哇漂亮，这边一个 TNT 直接哇又接了一个瓶子，直接是要打倒两个吗？哇这边直接打倒两个，直接绑就近的火箭，哇今天我们的无心状态非常给力啊，绑右边的火箭直接可以绑两个啊，为什么要选择绑左边呢？因为还是在想往右边，那个奶酪毕竟是推完了，想往左边追一波，是的，带一带。对，因为这边也是提前放了一个夹子，我们看到刚才滑到这边、哎、这边我们的四位汤姆的强劲的地方就展现出来了。哇这边我们的国王拖大了，对，当面遥无敌，因为护盾没了，这个就有点尴尬了。而且我们这边火箭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刷到一个很短的时间了，我们的高人胆大，直接换一个火箭榜，换榜怕你其他人救，就还是想回到自己的战场。这边不敢上去啊，因为我们的直接一刀就没了呀。哇这边即使你强救了，你那边的火箭还是有问题的。可以看到我们的恶魔太妃已经倒地了，但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我们海盗这个位置。是的，他在那里炸火箭，我这边很聪明，我不去了啊。对，我先给你搞破坏啊。这边国王也是喝了一个隐身药水，自己直接在这里。但是国王遥无敌，听到声音了，知道你要救。
但是还好可以利用这个无畏的后摇，但是老鼠会，哇，这边无畏后摇很聪明，但是那边的火箭其实就没有人守了，我们的海盗是没有炸掉我们的火箭，哇，这边踩了一手夹子就白给了呀，对，海盗想把这个火箭给炸了，但是还没炸成，是的，但是我们的国王也举了一手冰块，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要去绑水城了，对，我你这人在这块我就不给你绑了，对，而且我们的侦探隐身拿了一个瓶子，不知道我们的一个有没有发觉，哇，这个瓶子投掷也非常漂亮，但是这边我们的爬楼梯有点慢啊，没有我们的侍卫爬得快，水城的这块蛋糕如果你我们这块奶酪不是蛋糕，如果水城这块奶酪没有好好处理的话还是挺难的，哇，这边一个水也一个高尔夫一个球直接带走了艺术，是的，这边还要换火箭，没办法，我们的老鼠手上拿的冰块太多了，其实看出来啊，如果猫利用好高台滑道这个点其实也能打出一个不错的哎这个玩法感觉的，对，但是这边有一点就是道具太多，然后一个侍卫并没有强力的护盾，你绑不上火箭，对，对鼠的干扰大，对猫的干扰也不小，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啊，毕竟我们火箭，哇，这边直接看破，直接一个平 A 直接带走，是的，我们哇，这边直接喝牛奶，直接不慌你，直接就在旁边喝牛奶。好，无畏的后摇，但是这样就晚了呀，已经绑上了。对，哎，哇，这边又打倒了，这是靠铁血强救的，这边还是要刷火箭，我觉得可以绑俩。哇，这边先绑一个，直接绑国王吗？嗯，我这边不慌了啊，我。来到这一边了，我不着急了，我往你那边去了。但是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左边有一，哇，这边又被抢救了，这边很亏啊。对，隐身的侦探一个跳救，但是其实也不好跑。哎，利用了一下这个烟雾弹，哇，这边我们的无心节奏巨亏啊，他右边有一个水城，那边有一个火箭，这边摩天轮上面又有一个火箭，然后这边女巫城堡也有一个火箭，但是就是没有放飞一个。但是先提前做了火箭之后，对后期来说也是比较好办的。是的，哇，这边直接高尔夫球两一个，但是没有打倒，这边继续顶一个金币。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叉子，可以卡住猫的一个走位。哇，这边很聪明，知道你要来了，就走。这边直接把一整个冰桶运过来，哇，这边拍到了一个隐身，哇，很聪明，他知道侦探在掉落在什么位置，这边应该是秒飞了，不出意外。是的，已经秒飞了。而且在女巫的右边还是有一个火箭，哇，这个瓶子漂亮，这边又踩了一手夹子，这边要买一送一啊，这边还是尽可能靠自己强推一点点是一点点，哇，这边踩亏了，踩夹子就真的送了呀，这边跑不了的，我们听一下这个夹子，哇，这边这个火箭不出意外的话看他来不来救，还要直接炸火箭，直接选择绑上我们的摩天轮，直接去摩天轮刚刚已经绑过的火箭，就现在对海盗的压力就非常大了，对，这一手非常关键了，但是好像时间来不及了，听我们的背景音效好像要挣脱了，也是没来得及挣脱，可能带了铁手这张知识卡，但是我们这边其实我觉得吴昕他已经想法很清楚了、我今天我也不求多高的积分了，我先打一个平局，我先把积分给稳下来，把我们的队伍拖到第三局，最后一个奶酪压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侍卫可以利用这个大炮成功打，哇，这边又打中了，这边没机会了呀，这边这个火箭也是秒飞了，这火箭基本秒飞了，这边直接换一个火箭，但是我们的这边海盗失误了，无畏的后摇啊，这是一个问题，这地方太空旷了，你根本没有机会，但是可以利用这个叉子，哇，这边直接打倒两个，买一又送一啊，那我们可以恭喜我们的无心是成功的，又拿下一个四方飞，拿下本场比赛胜利，这边你算是稳住了，对，是的，哎，这一局打的也是非常的精彩，现在也是非常亮眼，非常出色的，对，他在关键的时候你那块没有冰桶，我在很远的地方我都能给你运过来， 对， 对，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守着你一个没有护盾没有无敌的那种技能，我可以看到猫方的话、从客厅出，对，出现了客厅，清理一波道具，我们知道经典之家这个地图杂物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的，因为它可以把那个火箭啊做成秒数特别小的甚至秒飞的火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杂物间是刷了一个奶酪，这样的话它肯定是有一个火箭，
他肯定是要过去控一波的。对，而且这个火箭把炸，就是这个炸药堆把这火箭炸了，会减少一些时间。哇，这边有一个重大失误啊，可能队伍之间没有沟通好，也不知道猫出现在什么位置。用猫一只机械鼠的话，我们猫就能到两级的情况。这可能是撞脸了，就碰到了。对，前期对于汤姆猫如果有一个一级的等级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嗯，大概率还是要去杂货间啊做一手。对，那个火箭先拿炸药堆炸一下。是的，还是先控一手药水，可能控药水为主。这边来卧室看一下药水。哎，一瓶隐身。是的，运气也是非常不错。这边我们五星也是看一下，爬窗帘也是爬得非常快啊。对，也是手速。对，蹭两下。手速非常可以啊。对。非常的到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老鼠出在餐厅也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不出现有奶酪的房间。是的，这边开了一手右边的门，来到了我们的杂货间。这边有火箭的呀，这边直接点一波、做一下这个火箭，清理一下道具。如果在这个七段抓到老鼠，二十多秒的时候抓到老鼠直接绑，是有一个机会让他刚绑上火箭就有一个放飞的样子。哇，这边发现了，这边门关了，因为我这边在带着熊熊燃烧，那真的很危险啊，这会不会，哇，这边直接把罐子打出来了、节奏炸了呀，这个罐子命中真的非常强啊。哇，这边节奏炸了呀，直接带到杂货间。哇，这边失误了，我觉得他可能想看一下这个火箭、对、就是、他想看一下，对，杂货间这个爆炸马上要爆了嘛。对，我觉得他应该刚直接抓着老鼠直接冲下来，我们的无心我觉得算是一波很大的失误了已经。对，如果他刚直接带着那个冲下来，应该是100%直接秒飞的，不出意外。天使利用这个恶魔的传送门触发这个铁血也是成功逃脱，不出意外的话要去我们的一个对返场，对，去直接守一下我们的返场。那侦探接下来就躲好了，就不会再出现在猫的面前了。而且侦探下来的时候是，哇，这边被发现了一个隐身，这边看到脚气了。哇，这边灵活的左了一手，一个 回旋走位，但是不好跑。哎，这边还被胡椒粉迷了眼。哇，这边我们的无心慌了呀，这操刀没操稳，但是没关系，还是要追击。但是我们的拿了一个罐子，这 TNT 罐子被扔掉了。对的，我们也想再稳一下，等一下蓄势。对，但是这个罐子的话跟命相比还是扔掉吧，还是命重要啊。 对，也是利用一个叉子卡位，让必须猫得先拔叉子再能开门。我觉得这今天这一波无心的最后操作可能真的有点慌了，因为一开始其实我觉得杂物间那波失误就很不应该，因为他点燃了杂物间，我觉得作为一个选手他应该要考量好这个时间。嗯，可能他是想稳一手，想看一下确保万一，对，马上爆了没有。对，因为你拿着老鼠进去的话，老鼠是会被炸下来，但是老鼠可以跑掉的。对，还是想稳一下。对，我觉得应该是算好这个时间，你应该知道它差不了太多。对对，什么时间？比如说我点燃了炸药堆，大概有多少秒？刚刚直接厨房了之后，如果能一波好的话，可以直接放飞一个，就直接迅速打开局面的，而且能够帮队伍之间能稳住积分，彻彻底底的稳住积分。是的，刚才那一局可能就还没有太自信啊，结果一个不小心还是放走了老鼠。这边可以看到又发现了我们的一个文具队，又专门没有，我们的时间不够了。但是这个恶魔非常利用这个传送门，他是利用了这个传送门救队友啊。这边又发现我们的侦探啊，这边还是要追我们侦探，毕竟我们侦探是一个返场的，只要倒了就凉凉了。对，一拍拍倒你，你就直接离场了，没有机会了。是的。哇，这边直接用了手陆续冲刺、开了个无敌。因为恶魔也是加了个二级被动，我就在你旁边干扰你一下，那我就跟着你跑，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哇，这边还是啊，带走侦探，太难了呀，这边这也是可能侦探天使烦人的一个地方。对啊，我这追着你追了这么长时间，也足够我推啊两三块奶酪进去了。是的，我们这边也已经推了三块奶酪。对，国王也是一直在推，但是天使这边还是有点不好跑的。这边应该不会钻管道，毕竟钻管道的话就肯定要挨我们的猫的一爪子了。但是触发了个铁血也没有办法。对，全集合。对，这边我们有一个猫液，不出意外的话要绑上我们的，绑我们的厨房吗？厨房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个火箭，但是现在恶魔等级达到一个六级，是否他还是利用这个传送门成功逃脱？还
对，因为他的这个救援能力和干扰能力在等级比较高的情况下还是太好了。哇，这边拍晕了，直接一套带走，铁血强救，毕竟救的是我们的天使，我觉得还是守一守天使的无畏好一点，毕竟天使有一个返场。对，哇，这边，哇，这边我们的天使其实在那最后靠着恶魔之门的时候有一波小无畏的后摇。对的，这一波以一换一了呀。这边你即使喝了牛奶你还是要倒地的，这边直接送走。那这个时候天使应该是要过来给个返场。是的，这边应该可能要去抓个状态，但是我们的猫等级也不低了，不出意外应该是把两级的被动点出来了。对，我们的天使也非常小心给国王一个返场。是的，但是这个恶魔又开始被抓到。对，现在就不好打了。对，但是我们的国王是自己挣扎下来了，可以看到他没有返场，他是自己挣扎下来，这最后一秒钟有了一个魔法棒啊，运气非常不错。那这样的话就有一个秒飞火箭。对的，而且我们这边我们的鼠方还是没有好推进奶酪的，这个时候能不能，对，奶酪数量其实不是很可观，现在只推进去三块奶酪。对，应该遥遥无敌了，这个时候看一下，哇，这个平底锅，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边在这里上上下跳，但是还是利用高空这一个抵消了这个无畏的后摇。那边有一个秒飞火箭啊，你这边不出意外的话，餐厅的火箭应该是被压好的，看我们的猫是选择绑卧室还是绑厨房吧，我觉得应该是绑卧室。他要绑厨房的话，那边是可以不用去救了，直接推最后一个奶酪。我觉得如果你绑卧室的话，就可能把卧室的火箭刷完了之后，因为这边不出意外的话是肯定要把这块奶酪推进去的。这样的话你这样的话我觉得还不如绑卧室，你绑卧室了之后，你把卧室的火箭给刷完了之后，你再去在杂物间守墙缝的时候随便抓到一只老鼠就直接奔着厨房去，就肯定稳赢了呀。可能每个选手有每个选手的选择吧。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又刷了好多个火箭杂物间，这边也不太好守。对，而且我们两边的老鼠其实都有一个护盾啊。这边是想钻管道骗了一手。对，但是天使这个位置非常危险，是没了呀，加上我们的一个杂物间的一个火箭时间，可以直接实现一个秒放飞。其实，对，这样的话国王来不及救，来不及救了。先卡一手时间，哇，这边被拳套盒打了，哇，这边难受了呀。刚才这只猫就被那个拳套盒坑了一下，又来了一下，又来了一下，这边节奏炸了呀。不过我们的好消息是国王也被炸了一下。对，刚才的话是，利用了这个拳头哥给先打下来了，打下来之后。那就没有办法了，这边强赶紧换绑开了，我不绑那儿了。是的，积分非常的危险。对，但是积分的话没有拿到多少了。敌方老鼠啊，跑的还是非常的快的。对，好跑，跑掉之后你不容易再抓住我。嗯，鲁修也是选了一手侍卫汤姆啊，我们是从阁楼出的。因为你把海盗搬的话，这个侍卫汤姆还是可以出来的。而且我们鲁修出场方式也和我们的无形不一样，他是选择从我们的阁楼出场。目的的非常明确，从上面捋一遍，然后我把下面的这个药水我该喝喝，该清清。这个也是比较幸运啊，神秘药水喝到了一下子隐身。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杂物间又刷一块奶酪，也是会一会儿会刷一个火箭下来，这样的话两个猫的运气值也是非常的高，都会刷了火箭。是的，这边我们的毒秀他没有打算利用好时，他没有打算利用秒飞的状态，他只要一个20秒的火箭。对对，因为经典之家这张地图杂物间的这个火箭一般猫还是会过去啊烧一手的。对，这样的话是手上还可以存一瓶药水，喝个牛奶一个加速，然后那边还有个20秒的火箭。对，这个还比较舒服，关键的一波，看一下我们的厨房能不能稳住吧，稳住前期。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厨房就挺难的，因为他如果要想达成一个大比分的一个平局的话，他就必须让我们，他就必须拿到一个6分。如果要拿到一个6分的情况下，我们的鼠方就一只都不能被放飞，对，压力还是挺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天使一个触发了一个铁血，发现手里还有个大瓶子，哇，这边也直接要先打到俩，对，但是要绑恶魔劫掠，但是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瓶子，这个国王有个20秒的火箭，但是我们的天使还活着，看会不会跟过来，应该是会要跟过来，还可以挣扎一手，不出意外的话，哇，这边直接选择救吗？应该是要给一个返场的机会了，哇，这边直接打倒，对，直接选择
直接返场，对，我不救了，然后就跑。这样的话，天使但是有一个蓄势的情况下，直接就弄倒了这个冰块，反向投资很精准，但是可能砸到了牛奶上了。这样的话，天使又被绑了，但是还好我们的国王现在是有一个无畏的，是的，他的护盾还没开，在刚才，对，毕竟刚刚其实也没有救援，对，但是这边直接用看破，看破了无畏，同时就没有了无畏的后摇，是的。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恶魔，是的，我们的恶魔直接跑，但是还有一层护盾，其实也不好追。这边因为护盾的关系，我们的恶魔他根本不怕踩在水里面，打破了护盾，是的，非常的一个漂亮的一个 A， 利用自己的蓄势一波全部带走，直接就带走了我们的恶魔呀。对，前期的话恶魔没有到六级的被动是没有那个免疫这个效果的，对，他没有这个概率，对，非常的危险。哇，这边非常的一个漂亮的手起刀落跳拍带走，但是因为平 A 的关系第一时间还没缓过来。哇，这边直接当着颜面和护盾开了一层护丝毫不慌，你也没有办法，办法了，这边不追了啊！我现在话控制一下奶酪，是的，我不追你了，对，我还是去追天使。哇，这边铁血又出发了，非常精准的投掷啊。对，我们可以发现独秀这个跳拍或者说他的投掷物还是非常准的，对，他的这个命中率还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我只要一出刀，哎，这个基本上就能抓得住。独秀真的是发挥非常不错啊，实力非常强劲的猫选手。这边刚好是卡了最后一手护盾啊，对，但是这个无畏后摇的话也不好跑，是的，好的，这边又要被带走了。如果天使被绑的话没有人返场，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是的，而且这个火箭秒数也不太健康了，就只剩下开了一把枪啊。哇，这边在抓火箭，没了呀，哇，这边太着急了，确定不要侦探来救一手，是给他给我们的猫刷火箭吗？哇，可以漂亮的挣扎了一波、啊、是的，来波片刀，然后再奶自己一口，但我们的土秀的血量也其实挺低了，这边还给一手无敌，但是现在剩下了一个秒飞的火线，这就非常危险了。但是这边墙缝也已经打开了，我们那一边在你们这边来回追的时候，推奶酪推得特别的快，侦探也是一直在推，特别对，特别给力，我不管你这边没有选择了一个干扰位，我们的国王已经在开始开墙了，但是好像没什么道具，没有开得特别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拳头哥成功，是的，对，站了出来，但是没有打倒我们的国王，但是侦探又踩了一个夹子，有点没看到，有点伤。有一个瓶子，我们的国王有个瓶子还是不好弄的呀。但是拳头哥利用这发铁血也是把侦探打铁血了。但是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跑出去。确定要换火箭吗？血量非常的危险，我觉得不应该换火箭、啊。对，这个墙马上就要没了。对，换火箭的话，还是应该守一波墙缝。是的，我们的国王就直接从左边下来救了，他没有选，直接返场，直接从下面返场就返到了，他都。甚至都不用上去救了，而且能全保证自己一个墙缝的是打开的情况。哇，这边这边危险了，墙缝只剩下一丝血了，我们的毒秀节奏炸了呀，这样的话面对一个返场的侦探，而且我们都知道因为知识卡的缘故他是已经没有了，那我们这边鼠方是成功拿出一个三逃离，对，我看一下最后的位置、是的，我们的鼠还不着急的走啊，对，因为还是要配合一波，是的，那我们恭喜我们的恭喜。